事情是这样的，之前拿到一个修得很不走心的白釉印花膏足，实在惨不忍睹，于是我就开水里煮一煮，石膏拆一拆，数不清的冲线洗一洗，白白净净重新做人。嗯，有人说破了也不好看吗？那就补一补，磨一磨，好像还行，再上个色。修好发给老师鉴定一下。